你好，下午的2:36，今天2021年的1月13号，星期三啊。那么台北美食社长下午茶，社长在红包场来之前呢，买了几个点心来吃，买个红花煎，买个那个萝卜糕，再买一个那个鱼丸汤啊，在边吃点小东西啊。社长在红包场，那个这个地方是跟我磁场对的，我的牌已经爆出去了。我每一次来这边，我都会中奖，很奇奇怪怪的，磁场要对啊，八字要合，磁场要对。撒开那空气出来，那个那个黑枣跟那个。黑枣跟那个什么，黑枣